北京啊，北京，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。从元明建都到现在，差不多经700多年了。中和殿、太和殿、保和殿，红墙琉璃瓦，正大光明。这下边就是皇上的宝座。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，大清朝就得了天下。西太后把练海军的钱盖了颐和园、万寿山。您看看这个大牌楼，再看看这个大狮子，排云殿，这是西太后过生日的时候用的。昆明湖17孔桥，多好的风景啊！这是从云南运来的大理石汉白玉造的石舫，这是360万斤铜造的铜瓶。哎呦，老百姓的血汗呐！长廊，一共是276间，这也不知道得多少钱造。天坛，这是皇上祭天时候用的，多大的工程啊！北海白塔，堆云积翠，多美呀！可是城里边的老百姓呢，穷哦，苦啊，可是真安分。这国家这几十年来，可害苦了我们老百姓了。不公平叫人伤心的事情也太多了。天黑了，我一个人还在马路上溜，我不想回家，我也怕见人，卖了一天的力气了，我连一顿饱饭都吃不着。达志桥还说什么呢，我今年是60多岁的人了，可我饿呀，我饿了好几天的，我这眼前直发黑，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完了。哎呦妈呀，我想起来40年前有一天晚上，我也是坐在这儿，那时候我才22岁，那还是前清的末年呢。我在一家裱糊店里头学手艺，铺子关了门，我找不到事情。这同院的赵大爷刚下了差，他碰见了我。咦，爷们儿怎么的了你？在这儿干什么？赵大爷，我找了好几天的事儿了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这蹲在这儿也不像话呀。哎，走走，我们回家再去打主意去啊。哎，反正铺子是关了，难过也没有用。再说呢，这个学裱糊匠啊也没有什么多大出息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是给活人呐糊顶棚啊，就是给死人砸童男童女儿。是，赵大爷，上我屋坐会儿吧。太晚了，我看咱爷俩还是明儿再聊吧。啊，不要紧的。大妞的妈呀，大妞的妈呀。哎，赵大爷，您一块儿回来的？哎，给赵大爷沏茶。是的，您屋里坐着。哎哎，好吧好吧。你呀，也甭难过，是吧？咱慢慢的打主意，是不是？你说话是这么说呀，你那手艺没学完，又不认识什么字，那干什么去呢？我呀，可不是劝你呀，我看。你也弄个差事当当吧。
您喝着。哎，好好，老尼家，哎，放在这儿吧，放在。赵大爷，那这年头啊，这个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，你咱们不认识什么人，当什么差事去？当巡警啊。啊，当巡警啊。哎，呵呵，我告诉你啊，在北京这个大城里呀、啊，你要是不认识几个字，哎，在什么手艺也没有，那就只有拉洋车，只要肯卖力气出点汗，就有窝头吃。可你要是认识几个字呢，那么再好点面子，哎，就拿爷们你说吧，那就只有当巡警。甭说别的，要是一挑上啊，先有声号一传，一个月还有6块钱拿着，这大小是个差事，是不是？当家的，天不早了，该歇着了。啊，就来。什么时候了还聊天啊？哎，好好好好，是不是啊？我呢，也就是这么干上巡警的。哦哦。你呀、啊，好好再想想啊。哎哎，反正局子里呢，我还有几个熟人。是不是、啊、是是。哎，歇着吧啊！哎哎哎，明儿见啊！明儿见您，赵队。哎，是。既没混到非拉车不可的地步，当巡警，不高不低，先有身号衣穿，6块钱拿着，这大小是个差事，一家人先有饭吃。对，挑巡警去。大妈。哎，您起来了。妈，我早就起来了。啊，不对，你走了。啊，烟袋带着呢吗？带着呢，带着呢。哎，下了差可早点回家，别又喝酒去，听见了没有？哎呀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真是老是这一套。赵大爷，您上差呀？哎，怎么孙元还没出车呀？还没呢。哎呀，小玉。小玉什么下地了？下地了、啊、哎，孩子快满月了吧？都6满的月呢、啊、您瞧啊，这年头啊，日子越不好过还他妈添人口。您瞧这个丫头啊，一生下来就吃窝窝头的命。哎，这个年月有窝头吃总算不错了、哦、是是是。爷们儿慢慢熬着不得。哎，小锁啊，爸爸。哎，瞧瞧，这么大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怎么不叫孙大叔啊？孙大叔，哎，孙大婶，小锁，你怎么回来了，小锁？我有事，爸爸。哎，曹掌柜找您喝酒去。啊，哦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叫你妈妈听见，回头又该啰嗦了去。快走。你们当家去挑去了？一大早就到局子里去了。哦哦，哎，好歹的能挑上吧。大妞他妈，要是挑上了，可得剪辫子哦。啊！向前看，无论是茶街、站岗，可不能够偷懒儿。遇见事啊，总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最要紧的，咱们就是别给上边惹事情，把学过的那一套啊拿出来，去地面上做点事。咱们这是当差事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我就这样挑上了巡警，上过操，受过训。我派在达志桥站岗，离我家不远。你不拉豆，我不给钱。哎，好了，那不成啊！哎，都少说一句吧，兄弟，你多拉两步啊，大六条拐弯就到了，对吧？先生，回头您多给他豆两大枚、哎，他也是苦人，这话对不对？您呢？哎，走，算了吧，啊，没事，哎，
们老头您怎么说？教场头条八号啊，老头啊，您就朝东一直扎下去吧，啊，东口路南头一胡同，这八号是路西的黑大门啊，慢走您啊。嘿，小锁，你别人哄呗，那头天上差乱画什么你啊？臭脚寻，啊，臭脚寻，那臭脚寻，臭脚寻，谁叫你去叫人家臭脚寻来着？小兔崽子，你爸爸才是老牌的臭脚寻呢。小锁，干什么又在闹了啊？爸爸，赵大爷，哎，我这得谢谢您了。哎，自己爷们儿没说的，好好干吧啊。赵大爷，哎，您刚下差啊？哦，曹掌柜的，我瞧你当这差是挺有劲的啊，腰板挺直，样子鞭实，年轻力壮，外加上能说会道的。您虽说这一个月就六块龙羊吧，咱们图的将来有个升头，对不对？您说？哎，可不是嘛。大哥，兄弟，收车了。嘿，挺他妈神气的。嘿，赵大爷，您下差了啊？孙大侍卫。哎，好爷们儿。大婶叫您带点杂粮面回去。我买了。赵大爷，咱们一块儿回家吧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小锁儿，在曹掌柜这儿好好的干，你爸爸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。没别的说的，曹掌柜您带手都给调理调理吧。啊，这孩子不错啊，挺人性的，字儿还写的不错呢。哦，您瞧啊，臭脚寻，这又是你小兔崽子。臭脚寻，他妈的好衣一穿上可真他妈有个瞧头，我要是认识字呀，我他妈也挑个巡警干干。您别打哈哈了。欢迎启灯啊。对呀，这叫做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。东去。哎哎呦，哎，海福好儿子。大妞，你跟海福在这玩啊，爸爸走了啊。又关小了啊。这四块钱给你，这两块钱我留着交饭钱的啊。天冷了给大妞添件衣服。哎，我说啊，咱买袋面好不好啊？好啊。哎，今儿我不回来了，我还有勤务呢。哎，大哥，哎，要上班去啊？啊，室友不错啊。凑合事儿吧。哎，小玉会爬了吧？这孩子真好玩儿的。还好玩呢，累赘哟，从这么点就是窝头，大了还不知道什么命呢。您看家。嗯，好。孙元，你怎么收车了？嘿，外边乱了。嘿，怎么了？外边的铺子都关了门了，街上都没人走了，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。你听见什么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怎么这会儿您还出去？我有勤务啊。哎，这可得留神呐。
你不要闭嘴啊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兵变，刀尖再竖在树难逃啊。臭脚群，平常连墙上撒尿你都管，今儿怎么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孟掌柜的，老林家，您借我大褂穿穿。军官，大寨桥着火喽！辫子兵造反，杀人放火，铺子全给抢喽！我早就知道了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？您是新来的吧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您瞧瞧他这个打扮。好了好了，你先歇会儿去吧，天一亮啊咱们还得出去弹压地面去。你把那愿望不要对我念念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这叫什么差事？兵变，兵变，咱们管得了吗？我要是一听枪响，还不就是挠鸭子？6000一个月，谁也不傻，犯不着送命。嘿，听说上边啊，早就知道不便跟咱说，不便跟咱们说。哎，他早有意叫兵来抢，可当初要咱们巡警干什么呢？说那些还有什么用呢？这天一亮，咱们还得探压地面去了。第一，我说排头第一名是你呀，站在这儿，赶开那些捡东西的人是。报告，大令到了，归队，跑步走。立定，向右转，敬礼。小左，
热闹极了，你们去看看。哎，又是杨学堂没事干了。这是中华民族国大地之内共和国，共皆为这共和国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共和国就是五族共和了吗？什么叫五族共和？汉满蒙回藏啊，五族共和吗？哦，哎，那这中华民国呢？这不写着了吗？凡是国家的事情啊，都由人民管了吗？哎，这中华民国，怪不得这些个日子报总提倡这个呢啊！这倒是新鲜事儿啊！是，而且我想，既然是提倡了呢，那革命党一定比大清国好。那当然，哎，一定比大清国好。那当然，国民平等，还我同胞。可我一想起我们小所给辫子兵砍死了，我心里就难过。这孩子都死了，你还想他干什么呢？这是，我呀，在大清国干了那么多年，是，没想到完了事儿给落个绝活，哎，今儿个我的冬，赵大爷，你再多喝点，哎，伙计，再给我们来四两，哎，怎么再来四两？您喝吧。对，再来四两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爷们儿，是，就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比你精神多了。那是。哎，现在老了，不行了，落得看太庙去了。这一来就成了，赵大爷，咱们都盼着有好日子过吧。有好日子过。那是啊。得。你们现在已经提升三等警了。饷啊也加了一块钱了，上边交代下来了，叫你们俩去看宅门。哦，秦大人那儿一共四个人，有你们俩。是，那么我们的饷呢在哪儿拿呀？还在区里拿呀。哎呀，这看宅门都管什么？看宅门事情清闲，出去站门守夜什么事都没有。是，您甭说别的，鞋先省。这个好。秦大人我已经见过了。是，今儿就得派出去，你们俩先收拾收拾。哎，我们今儿就得去啊！交产口八号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经理。哦，王大人。经理。哎，我说，今儿大人什么事儿啊？经理，今儿是小姐过十岁的整生日。经理，哎，这宅门可真阔啊。经理，这客人可真不少。会经理，感情今儿啊，我计算总经理有80个里了。经理，得81个。这个是厨房大师傅。这倒好哎，咱不管谁都得敬礼啊。咱们雄官说了，省鞋呀。是啊，这鞋是省了，那么手可玩完了呀。二位辛苦了啊，刚才大人说了，叫您二位嘛，一位看门，一位到铁丝的胡同王大人府上拿烟土去。这是名片啊。哎，我说，叫卖东西的远点吆喝，别吵了咱们大人。我还要进去伺候牌局去啊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这叫什么差事？这是，叫咱们当巡警的，咱们去拿烟土去。哎，这倒好，平常这抽大烟打麻将咱们正管啊，现在咱们还得保护着。哎，咱给他报告去。报告去啊？上哪儿啊？局子里头啊。局子里。嗯，局长都是他派的，你告谁呀？那
那怎么办这个？怎么办？我在这儿给大人看门，你去乖乖的给大人拿烟土。哎，对，这就叫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啊！哎，好去。弟子们的靠！兄弟，别这吆喝，老爷在里边打牌呢。怎么说，大哥？先给我来碗水来。来，喝。哎呦喂，兄弟！哎，这趟真够劲儿的。我说大哥，哎，您一趟啊，我都两趟了，一趟前门呐，是一趟总统府。阿姐，这巡长还说了，省鞋，这站岗也没这么费呀。哎，这双鞋可该对你的心思了吧？这么大个北京城，就挑不出一双好鞋来。包上吧。鞋破了，车份他们也涨了，这日子怎么过法儿？真是，你一天赚的钱还不够吃两顿杂货面儿。这叫我怎么办呢？那么抢去啊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咱们这院里话还都差不多吧，就拿着大牛他妈吧，大着个肚子还给人家缝缝洗洗的呢，哎，都不容易哟，凑合点过吧。那么我们小嘴儿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孩子都死了几年了还在提，我哪辈子缺了德了？得，你没有缺德。我缺德。得了，都少说一句吧。人呐，也不能跟命争。你就单说宅门里那个茶房吧，比咱们巡警赚就多。这分个头钱啦，弄个外快了什么的。赵大爷，我跟您说啊，我真想干茶房去。哎，那么你不是朝下坡上走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人呐，就怕入了辙。他不管你入了哪条辙呀，哎。这辈子就甭想拔出腿来，谁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可是咱们这苦命人呐，干什么都发不了财哟。您现在不是升了一等警了吗？哎，是啊，他都赶上我了，还不是凑合着吗？哎，一个月拿7块钱了，真不赖呀、啊！想回家就回家，多自由啊！自由？您甭提自由了。您猜自由什么样？这我可看见了啊，就在宅门这几年。什么样啊？什么样啊？哎，你说说什么样啊？那个老爷大人们 啊，他们自由的吃啊，自由的穿，自由的搂钱，还他妈自由的摆使唤我们穿好衣的，也不知他们给老百姓办了些什么德行事。哎，这两天啊，我们大人那儿汽车来汽车往的，竟是日本人，这也不是怎么当的事情，这是。
不是外交部，家里不干工。可是学生的，学生，学生懂个屁。我们已经等了仨钟头了，为什么他还不出来？为什么出来？出来！您这诸位先别急啊，您贵姓啊？我姓申，叫申远，我是北大的学生代表。是，申先生，那我们老爷说了，他说啊，这是公事，您诸位应该到外交部找总长，家里有的不办公的。刚才问你，你说他不在家，现在他在家了，又不见我们。打进去，打进去，卖的卖的。他要再不出来，我们可要冲进去了。我也看出您诸位的意思来了，是为了国家您这么热心，可我吃这碗饭我。哎哎，得，我再给您回一声啊。混蛋！叫他们滚！这个叫我太为难了，这个。我们老爷说了，他说还是不见，他说这是国事，您学生懂什么呀？学生懂得什么？我们至少知道爱国，不像他们崇拜国家、贪赃枉法。国家是人民的，每个老百姓都有权过问，我们怎么管不着？我问你，你是中国人不是？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？你愿意做亡国奴吗？谁愿意做亡国奴啊？不可不忠，举家之长，立之之后，才华之人。我告诉你，中国跟日本定了21条了。什么叫21条啊？21条就是中国土地让日本人来管。日本人搬到你家里去住，还不许你反对。你花钱呐，得跟日本人要；没钱呐，饿死也不准你说一句话。这就是亡国了，你懂不懂？所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呀。我说这些日子怎么天天竟有日本人到这儿来呢？申先生，您几位这一说，我现在完全了然了。申先生哎，我不是那个没良心的，我真想跟您诸位一块儿去游行去，可是我当这份差事。同学们，这位警察朋友也是一个爱国分子，在这个大门里面的不全都是奴才？对，我们老百姓是一家人了。哎哎哎，您不能着急，是吧？您这个事儿你不能。嘿，大哥啊！申先生，您几位赶紧走。我们老爷打电话给步军统领李长泰，这一会儿兵来了，您几位会吃亏的。申先生哎，我要没良心，我不会告您这个信儿。您几位赶紧走吧。同学们，现在他要用兵来吓我们了。我们怕兵吗？不怕。同学们，冲啊！这群傻小子。
可真有两下子，曹汝霖给打下了台，秦大人也完了，北京人人高兴，我升了巡长，带着大妞逛天桥，回来在达志桥买了半斤肉，今儿个吃炸酱面。曹掌柜的，哎，给我们来颗白菜呗。哎，今儿吃炸酱面啊。哎，给挑个白菜啊。哎，大妞叫曹大爷。曹大爷。哎，这往后啊可该有好日子过了。我这话说去搁着啊，这个做官的要是再说人话不拉人屎啊，这学生他还会出来的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这话我信。哎，多少钱这个？给十个子儿吧。哦，你们家的病好了没有啊？还那样啊。你们家海福呢？几岁了？这小子一晃都五岁了，他妈又浑又横的。妈，经理，海福，把刀放下。你管不着。他妈的，这孩子！哎，大妞他妈，你怎么下地了呀？你还带着身子这？不要紧的。这些个总不能不洗呀、啊！哎，你看水这么凉，你等会儿我洗吧。你上炕上去，大妞，扶你妈上炕上去。哎，真是的，身子要紧呐、啊，穷人哪病得起呀、啊？这是。先搁在那儿好了，那不是你们老爷们做的。哦，大妞啊，你们刚才上哪儿去了？爸爸带我逛天桥去了。又买了半斤肉、哦、说咱们今儿个吃炸酱面。好，等会儿妈给你弄啊。哎，你别胡切呀，我来吧。我得赶紧吃，吃完了我还得看申先生去呢。申先生啊？哦，就是上回你说的那个学生。对。共产党一定肃清。是是是 是, 是，我们要刷新政治，取缔不良分子。是是是是。姐夫，您这种新作风值得佩服，的确有点道理。他别的都犯同，就是会这一套。哎，你不能不跟着潮流走，跟不上时代就得乐。学生还不好对付，把几个头脑抓来，要钱的给钱，要官的给官，死心眼儿就枪毙。前几年他们闹得多凶啊，现在还是我们的天下。那你少兄弟一碗饭吃啊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胡礼。你会干什么呢？我会说日本话。哦，这有用，这太有用了。姐夫夸奖。日本话用得着的。哎，你当我个差事啊？嗯，先在警察厅来个分署长干着，咱们再想法子。谢谢谢姐夫，谢谢姐夫。哎，日本话你怎么听不明白呢？又不是我不叫你当巡长的，换了分署长了，你知道吗？您别急，您别急，韩巡官，您坐下，您坐下。我跟您说呀，这我进了局子有十几年了，是不是？这您知道的，这个这我好容易才熬到巡长，这怎么丑不冷的一下子又给降了三等警了呢？我这跟您说这番意思，这是。那么我呢，刚熬到巡官又降了巡长，分署长把他们家里头三亲六故都他们带来了，有一个是他们家里的烧饭的大师傅，这一进门啊就是巡官，比我挣得多，这我上哪儿说理去？真是的，这么叫什么年月？这是，这十几年我们天冷天热风里雨里的不容易，真是。别说废话了，教场口八号秦公馆知道？那我知道，干什么？他不是下台搬走了吗？又搬回来了，又搬回来了。这回的官啊做得更大了，叫署里头派八个人，又有你，说你办事熟，这瞧得起你。这我可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这。你不明白？连我这还糊涂着呢，您呐，明儿去吧。
您再闻闻这瓶。这瓶香水的味儿倒还不错，多少钱呢？50块钱，您的啊？50块，这么贵？贵什么？50块就算贵了。这个，这是真正的日本货呀，上回子闹学生时候我们藏起来的，现在外边买不着了，50块钱不算贵啊，给您包上吧。实在太贵了。家里的香水不都有的是吗？我偏买。你不看看牌子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日本人喜欢闻这股子味儿。哦，包上。是您的。给钱呢？10、20、30，你卖不卖？这么一个孩子就30块钱，您再给添点吧。哎呦，老天爷！爸爸，让我死了吧，别再受这份罪喽。您看看我们当家的病的那个样子，您可怜可怜我们吧，等着钱抓药呢。孙大婶，你看我妈她怎么了？哎，大妞，我这有事儿，回头就来啊。啊，但分有一线之路，您想我能舍得卖孩子吗？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，您看着就不心疼啊？这些话你跟我说得着吗？你跟那些有钱的人去说呀。这一个活人就30块钱，人家太太顶多出30块钱，我还是白跑腿的，干脆卖，把这30块钱拿去，不卖可是我把这个钱拿走了。孩子，别怪妈心狠了，是你的命不好，身在穷人家。哎，你还是卖不卖呀？好，给你。等一等。别瞧他了，
棺材呢。怎么几时下葬啊？大妈，我也没什么说的，这俩孩子您都给照应照应得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抓革命党去。怎么就抓不住呢？难道这个姓申的是个三头六臂？这个姓申的是个亡命徒，神出鬼没的，多派人去。是是是，抓不住人你就不要来见我。是。先生看见了没有？神，哪位？就是那个，要命！你又不认识他，这外边办案的人抓他呢。他是革命党啊，革命，就是那个。就是那年闹学生领头的那位先生啊。是啊，这没有啊。给我来二两黄的，一碟蚕豆。申先生，是你？你想发我的财，是不是？申先生，这外面风声紧，到处都得抓你。你得赶紧走啊。别慌。伙计，撒尿在哪儿？没有啊，我这还等着他呢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说话，说，姓什么你？说话！哎呦，说你！哎呦，妈！这是什么？啊？哦，走。稀奇了，您得赶紧走啊，这外边还有人盯着呢，您从后面走得了。申先生，城里头您算待不住了，您想办法出城啊。申先生，出不了城不要紧，您先住我家去，大六条三十号，这没关系的。这个这点意思算是我请你喝酒的。您这叫骂我，我要您钱，我是您儿子，您这不叫骂人吗？我没什么说的，过几年我还要回北京来。是是是。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？您这叫什么话？这算您瞧得起我。您快走吧，
您出后门啊，您就奔东啊。得得得，沈先生，咱后会有期了，咱们啊，好，哎，后会有期，那你快走快走吧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哎，这才叫义气。是啊，咱们爷们儿不能为了贪图赏钱就昧了良心。是，申先生是个好人呢。是啊，谁说不是？哎，好人呢都没有好命，一年到头东藏西躲的。赵大爷，哎，这如今呢，我这心里头老好像有个空，那我这空还越来越大了，有好些事我简直就想不通。您说咱们这些年，咱没缺过什么德，是不是？您说我们家里死了人了吧，我还得出来办案子来，这是。哎，爷们儿，我并不是劝你，是，别净往牛犄角里头钻。这你就拿我们小锁来说吧，那死了，哎，还不就是死了吗？是，那当初你不还劝过我呢？想开点，来来来，干一杯。不是，还有那个秦大人，你他现在怎么又上台了呢？这官儿比从前做的还更大了。哎，您说他那个排场指着薪水啊，那可说他那钱又从哪儿来的呢？哪儿来的？还不是捞来的，哪个做官不捞钱呢？自由的捞钱，专制的用钱，愣舍得花50块钱给他太太买瓶香水，这孙元卖了个孩子才30块钱，这叫他妈什么世界？你呀还年轻，爷们儿，我可看多了。那有钱点吃不了宁肯扔了，可也别想叫咱们穷人吃饱了。咱们当巡警的，那就是吃不饱，那也得挺着个肚子，愣像刚吃完三大碗炸酱面似的，还不如个要饭的。要饭的不饿装饿，那是喂他的肚子。哎，咱们老庄子酒足饭饱了算干什么的？哎，这几十年呢，我也就一直没有想透，当初干嘛要当巡警。你就说吧，辫子兵杀人放火你敢管？秦大人抽大烟你敢管？咱们呢，顶多也就是欺负欺负老百姓，管管小偷罢了。穷极了谁不偷啊？这个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体面呢！操他个妈的，他妈秦大人明抢明夺不犯法，咱们穷人偷了窝头的下监狱啊，还真把咱们都给饿死啊！这学生们呢？你们怎么不起来革命了？又换吧，换吧。老太太们常说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这命是革了，北京可惨了，把国都就迁到了南京。北京成了个没妈的孩子，市面萧条，大直桥有好几家铺子都关了门了。那申先生呢，还是东藏西躲的，天天有人盯着他，我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情，越老是越糊涂，我们家里头简直不像个样子喽。赵大爷姑母俩都死了，这房子都空着，可孩子们都长大了，这我的儿子海福，这也成了个小伙子。这小子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倔。这个牛脾气一上来呀、也是没法治。跟你说，他从小没妈，我不疼他，谁疼他呢？这孙元的女儿小玉，也成了个大姑娘。这孩子跟海福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他们俩倒是天生的一对儿，
我跟孙元一商量啊，给他们俩定了亲，我跟孙元就成了亲家。还有我的女儿呢，大妞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得给她张罗门亲事啊。哎，兄弟，哎，我们这姑娘您看怎么样啊？人挺安稳的，不错不错。是，反正咱们这谁都知道谁，是是，对不对呢？这话呢我跟您这么说，我们这姑娘啊，从小就没妈，这我知道，是吧？没上过学，也不认什么字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反正啊，她是没别的好处，能过苦日子，对不对？您要说炖个肉啦，包个饺子什么的，这她都能成，这就得了嘛，是吧？哎，大哥，哎，这话我得跟您这么说，您说，我们这个孩子是，您是知道喽，是是，没心眼儿。就是老实，是是，这一晃的功夫也当了一年多巡警了，是是是，得，大哥，哎，这总算您瞧得起。兄弟，哎，这话还得这么说，您说这咱们叫缘分，缘分，对不对？您呢？对，您瞧，我当巡警，您当巡警，您少爷也当巡警，这我们这姑娘一过门，将来咱抱了孙子，那甭说了，又是个小巡警。咱们这三亲六故的简直能开个警察分所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笑谈笑谈。得，亲家，哎，您给挑个日子吧。哎，咱有黄历吗？哎，有，对，咱们查查黄历，查查查查。您喝着，哎哎哎，喝着喝着您。得得得，今儿几儿了？今儿是初四啊。初四啊，今儿啊。四，初六、初七、初八，嘿，初八是个好日子，嘿。好日子是吧？好日子，哎，得，咱们就出发了。得，就这么着了。得，亲家，哎，今儿没什么预的，咱们今儿炸酱面了。咱们今儿，你干嘛客气呀？谁跟你客气了？你何必客气？你这是个，咱们是干什么？咱们谁跟谁了？什么？嗨，你何必？大妞，做面去您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哪儿？你不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就这样，我就把大妞给嫁出去了，还有海福呢。这也是我一块病啊，海福啊，嗯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上申先生那儿去了，又散传单去了。海福啊，这申先生是好人，这我知道。这你跟他来往呢，我也不反对，是不是？那咱们不能跟人家比呀。咱们这人家不是干那个的，是吧？这出了事儿又不找您，这您怕什么呀？我跟您说正经的，嘿，那你也不小了，学堂呢咱们是念不起，学手艺你又不愿意，我看呢你凑俩钱儿，你做小买卖就得了。那都没劲呢，可你不能整天在家打游飞呀，你到底愿意干什么？你说。我愿意挑巡警。啊！我从小我就瞧着爸爸您穿着制服挎着洋刀，可我心里就痒痒的。那好，海福，你可真是你爸爸的儿子。爸爸当巡警那是没法的，你能拉车去也不能当巡警。这几十年我在外头挨冷受饿，忍气吞声的，我谁的气都得受。这是个没出息的差事。哎，那是您爱受那份气，谁叫您怕事了？海福啊，你不懂，我告诉你啊，街面的事儿难办，你咱们事由小又不能得罪人，是不是？你是说反正是这么回事了，你要愿意给我提什么更好，要不去啊，那我自己考去，反正我当定的巡警了。他妈的，这不是倔脾气。得，过两天我给你说一声去吧。妈的，这孩子真是我干儿。
不是英雄儿好汉。小弟，我告诉你，哎，爸爸答应我当军警了。对，不是英雄而好汉，我当巡警，你他妈也当巡警。明儿你有了儿子也让当巡警，咱们是他妈一代传一代。海福当了巡警，这小子净他妈在外边给我惹事。哎，不过他倒挺孝顺我的，一关了饷啊总是买点东西给我带回来。嗯，这小子不错，这几年他总算帮了我不少忙。申先生常常到我们家里来，跟海福成了好朋友，这二位挺投缘的。可是年轻人在一块儿说什么我也听不懂，那一会儿又是捶桌子，一会儿又是瞪眼睛的。打个王八蛋，弄到这种地步，政府连个兵都不派。政府不打，那他们老百姓自己打呀。去了吧，天来玩水喝，一天没吃东西。这儿窝头，好啊。那您先吃吧。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，我们是朋友，可是北京城里这十几年来，警察老是打学生。那秦先生，我可从来没动过手。我知道。其实呢，打是没有用的，学生是打不完的。是，我也不是怎么的了，就从打我当巡警这几年来啊，他我心里老是别扭。您瞧啊，这国家不像个国家，政府不像个政府。崔先生，咱们这几年混得不错吧？那您要是瞧得起我，您就给我拿个主意。您说我该怎么办？别冒失，沉住了气。我问你，要是日本人真的占了北平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跟您走啊。你想想再说。这还他妈的想什么呀？我跟您走就是了。好小子，海福，你瞧得起我吗？您这什么话？这是你把我当做朋友吗？孙先生，好好好，比方这么说吧，有一天我把你送走了，你可别一个人偷偷的回来呀。孙先生，这话我跟您这么说，书我是没念过，可这点道理我明白呀。要是你爸爸不答应呢？那咱们想办法啊。好，我得走了。您哪儿去？出城。出城哪儿去？到卢沟桥。您卢沟桥干什么去？有事情。
这口气我说什么也受不了。你以为我受得了吗？咱们老百姓花钱养活着这军队，你现在扔下咱们不管了，咱们当老百姓的有什么法子是吧？你啊，你凑合着干吧啊！给日本人当军警，您是要我当汉奸呐？那你不汉奸，我他妈汉奸我！我他妈愿意给日本人当巡警。那八哥，你甭说了，你要走走你的，等你打了胜仗回来，你把你这汉奸爸爸他妈枪毙了。你要不走，你待在家里头，让我这汉奸爸爸他妈养活着你。爸爸，我可真跟您说不明白了，您愿意当亡国奴啊？这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成天的看着街坊邻居挨打受气，当案犯是个人，谁他妈也受不了。这就是我不走，爸爸你也该叫我走不是？你走，上哪儿去？我出城打游击。谁带你去啊？申先生。那马上就走啊？马上哪儿走得了啊？还是的。海福啊，不是我不叫你走，我舍不得你走。你妈死得早，你姐姐吧也嫁了人了，这现在我就剩下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你这一走也不定得多少年才能回来。爸爸都50岁的人了，你走了，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爸爸，你就说我命苦吧，也不能苦在这个份上，不是吗？爸爸，您算了算了，咱们过两天再说吧。走走走走。どうぞ。女は間違い、大丈夫です、大丈夫です。怎么了？放箭喽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花姑娘的衣服。姓胡的。你是他妈中国话不会说了？花姑娘的油没有，我们这都是男人。花姑娘的没有，ありませんか？阿鲁油，小玉，你的心大大的坏个，啊！打开喽！小玉，小玉呢？日本人走了吗？他们就要进来了，小玉哪儿去了？小玉，小玉，出去，出来，快出来！妈，一个，走啊！哎，小玉在哪屋啊？老爷，老爷，别拉拉扯扯的，这是慰劳日本皇军，明白？老爷，小玉不在家呀。滚开！八嘎，好歹。到里边把小玉拉出来，快！是，慢慢的。我的刀无力气，你的马豆马豆，塞罗嘎。
是，对了。哎，吉纳的花姑娘，大大的好来西个啊！我的心焦心焦哟，我的心，我心。我告诉你，哪来的？人怎么没有的？啊！花姑娘的没有，不行，哭了，杀个喽！小鱼交出来，说藏什么地方去了？说，小鱼是住亲戚家去了。你不说，操你个妈的！接头好了吗？都接头好了，孙先生一会儿来接我。哦，你就是这点不像我，我也就是这点不如你。海夫，一路上多小心呢。打游击可是个危险事儿啊，自己多当心，好孩子啊。大婶儿，大叔，您二位多照应着我爸爸。你放心吧，
那医生你带去吧，夜里头多穿上点儿，别着了凉啊。您老人家也多保重。这是你妈死的时候留下的20块现洋，你带去吧。我有呢。拿着拿着拿着吧。那您留10块，我拿10块。准申先生来了，爸爸，我得走了。孩子，你得给小玉报这一仇啊，那个日本兵。还有那个当汉奸的翻译，爸爸，我走了。海福，我跟您说的话，你也记住了。先生在外面出了城，到了西山，海福入了游击队，可申先生因为事机不密给抓起来了。这一晃就是8年，这8年的日子把人给过老了，好容易盼呐、盼到胜利了，哎，惨呐！申先生还是压起来不放，这海福怎么也不回来。北京城里是汉奸得意，百姓遭殃，真是盼中央盼中央，中央来了那么更遭殃。接收大员们发财倒不稀奇，这邪门的事怎么这些日本人都给送走了呀？这不是那个妇女慰劳队的那个吗？啊，还有这不是打我的那个日本兵吗？怎么都给送走了呀？是怎么回事情？是谁打胜了呀？还有呢，您猜从前那个姓胡的翻译官现在他干什么了？那总得给抓起来吧。抓起来了，现在当了警察分局长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呀，我到区里去拉座，正赶上这小子在操场上训话，什么北京抗战8年了，替政府干了什么不少的地下工作了，真他妈的不要脸。别人不知道，咱们可清楚他的底细，他就是化成了灰咱们也认识的。怎么，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把我们小玉给逼死了，这胜利了，他又做了官了。我可真他妈越过越糊涂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情啊？盼中央盼中央，中央来了咱们更遭殃。操他妈的，我真想拼了这条命告他去。是得跟他打官司。沉住了气，这种人呐、咱们惹不得呀。怎么惹不得？
活埋了他也不冤枉，我恨不能吃了他。想想咱们的小玉，明儿托人写张状子，你上哪儿递呀？蒋委员长到北京了，有陈素香，咱们投陈素香去。对，对，陈素香啊，哎，陈素香要是有用，那还要法院干什么了？这个世界上要是都讲理了，也就用不着我们这当巡警的了。兄弟，我比你大几岁，咱们这做老百姓的，您这一套又来了。活着是一口气，难道小玉就这么白死了？来，我是胡局长啊。哎，是我。啊，什么？记不清楚了，叫什么？孙元呢？告我汉奸。处长，这个您明白，我明白。这个，您交给我办好了。哦，大六条三十号。好好好，是啊。周坤。大六条三十号，孙元，是。姓胡的呀。你他妈一个拉洋车的也敢告我呀？你活够了你呀、啊！我要是没点来头，我能当局长啊？局长，少废话！我到了阴曹地府，见了阎王爷，也得给你算着笔账。那你就先请一步吧。他一时糊涂招您生气，这局长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饶了他得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伺候过您，教场口八号秦大人那儿。啊，孙元是你什么人呢？我们住同院，我们是亲家。您忘了那年您当翻译官的时候，那不是我带着你？你有个儿子叫海福，是不是？是这会给抓起来。局长，这你这干什么？你们咱们都是官面上的人，我犯了什么罪呢？这是你是共产党。我海福到哪去了？他早就出门了，一直没信。
听说他到城外加入了八路军，啊？这我不大清楚，局长啊。你不清楚，谁清楚啊？海福什么时候加入八路军的？我不知道哎，局长啊。哎呦喂，哎呦，说出来，哎呦，我有好处，你也有好处啊，局长哎，我是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说，局长，我是不知道哎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！说出来嘛！抓着一个共产党是什么价钱呢？我亏不了你，说嘛！我没什么说的，我今年60岁的人了，你要单分是个人。你要有点人心的话，沈先生，沈先生啊，别难过，不要紧的，过一两天他们就会放你出去的。不过大概您的差事就靠不住了。您怎么知道的？您过堂的时候我也在。哎呦，我们大概有10几年没有见面了吧，我们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。沈先生啊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觉或者我这心里头老有个空。没，人越活越老啊，我这心里头这空也越来越大了。嗯，
他有好些个事情我简直他妈想不通。说下去。您说从前清到现在这也毛40年了吧，我这40年您知道的呀，申先生，我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，就是受了点气吧，能忍的我总忍。这40年这改朝换代的，那不管谁来了我都得欢迎，我都得给他们站岗啊守夜的。这说起来可也真怪啊，那不管谁上台吧，他们什么好听他说什么，什么什么共和了平等了自由了，他们说的好听没他妈一个是拉人屎的，反正倒霉的是我们老百姓，我把这40年的心血都卖给公家了，如今我落得他妈家破人亡的。我60多岁的人喽，如今让我他妈受这份罪，坐老虎凳灌凉水，这是他妈胜利了，这是，这叫民主啊，啊自由啊，立廉耻啊，我操他的亲娘祖奶奶，喊什么？我要喊，我受了一辈子的委屈你还不许我喊呢、啊、小子你他妈别神气，你早晚跟我他妈一样，你申先生啊，申先生，您给说说这是怎么回的事情啊，这我这是为谁呀、啊、我别难过，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，您是个好人呐，可是这些个年您也一直没过过好日子，你刚才说的话不错，我们从民国8年那个时候认识起，不论谁当权，谁都没为老百姓打算过，中国人欺负中国人还不算，还勾结外国人，勾结帝国主义。帝国主义，你想这还能弄得好吗？有钱的阔死，没钱的穷死。嗯，对，申先生这话太对了，帝国主义，封建势力，军阀官僚财主老爷，他们吃了我们老百姓5000多年的血，可你呀，你给这些混蛋们做了一辈子的奴才走狗，你替他们装门面，维持治安，站岗守夜，替他们收捐收税，替日本人找花姑娘，替特务们抓，当奴才的还有什么好下场啊？您想想，您活的这一辈子冤不冤？5000年来中国老百姓糊里糊涂的活着，委委屈屈的就死了，可是现在啊不然了，
老百姓要自己当权了，你要给自己站岗了。这些年我干的就是这个。那么您是新革命党啊？不啊，共产党。沈先生，怎么您是共？那您这案子活不了啊。不是今儿晚上就是明天晚上。刚才过堂的时候我就知道了。沈先生，这些个年您东奔西走的，到如今您也咱们不怕，告诉你，皮破了有肉，肉烂了有骨头，骨头断了还有筋连着。想想海福他们在外边替我们打仗，咱们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那这一说您是共产党的这个吧？不，我是个小兵。您呢？大学生？小兵啊。那穆海福呢？他跟我一样，不过他比我有用。我真希望看见海福带着队伍打到北平来，看见统治阶级倒下去，穷人翻了身。这得什么时候啊？快了。哦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必这么受罪了。是啊，你可以给自己站岗，给老百姓守夜，再不是奴才了。嗯。沈远，你大喜了。沈先生，我得走了。沈先生，你不要难过。这张相片儿，等海福回来替我送给他。沈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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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算什么。你看，有这么多人陪着我，还怕什么呢？沈先生。沈先生，
雪喽，我就是那么一件破棉袄，冻得我浑身直打冷战。我对得起人，我不偷，我也不抢，我得活着。我就等着海福回来来跟我见一面。哎呦，我的眼发黑，腿发软的。我60多岁的人了，我受这份罪，我不说什么，我让大家给评评这个礼仪。我这一辈子哟。